大家好久不见，我现在在中国了，已经在我的这个家乡重庆了。就是这次回来，就是回家来休息一段时间的。对，然后今天回归我的 vlog，因为今天要出门见我最最最最最最最好的朋友们，所以呀，今天就是要去吃个饭，然后去某个小景点，就是逛一逛、走一走、拍拍照什么的。呀，就是我已经回来一段时间了，然后但是一直没有拍 vlog，因为就是我也不知道拍什么，其实，然后也没有怎么见朋友之类的。但是今天就可以好好的拍一拍，这样。OK，然后现在我准备出门了，然后今天早上一会儿还要去做个核酸，因为今天是全员核酸。对，然后就可以坐车去我们见面的地方。对，我准备坐交通和那个，我准备坐那个公车和轻轨，比较方便其实。对，因为开车的话可能也会很堵这样。OK，那我就要出门了，一会儿见。你嘞？哎，对对对，谢谢你。他说想要蓝色，他说我不想要红色。哇，一个红色，嘿嘿，谢谢，谢。形象没有形象，一年之前还是两个烟呗。妈，你没吃过呀？没吃过呀。其实那些我那些我每次都没吃过。我小学的时候吃过，我只吃过大白兔，你吃过大白兔？只吃过那个味儿，哦，还有那个红那个味。好吃大白兔，那个大白兔更大。把你还赢了？那个不就是牛牛的牌子吗？到底是牛吗？社牛。哎、小浣，其实我都没有吃过小浣熊，没有啷吃过。我也没吃过。魔法，那魔法还是魔法师。你都没吃过，我吃过那、这个。我吃过了，我吃过了。我没吃过。我没吃过小浣熊。哎，焦泡泡，不是焦泡泡啷个说嘛？焦泡泡。就是你给它挤出来之后，就全部吹，就刚那个。焦。哎。哎，万花筒。你也摇一下那个呀！哇！抽不了。那么说。那个是啥东西嘛？那个。那个你看一下，你看里面它有一个道，没有个道。你才叫个钱！你才叫个。那是啥子？是陀螺吗？那个是陀螺。可以转，用手转转。还有那个打多人气帘子，咻！小兔子。还有那个发光的嘛，在不脱粘，我明天在不脱粘。好的，我晓得。你应该很快要被倒水。秀豆，这个是在酸那个，好像。嗯。挤恁个多块呀！哎，我感觉我手指头断掉了，然后把它拿到。
不都不是那个弯儿的。不然呢？好大哦。看我不错吧？你好变态哦。哇，也复古风。他粘上了，它是蝴蝶，你看看翅膀，它没分开啊，它在被绑了。回绑，回绑。哦，你可以再把它捏回去。啊！快点阻止它！好了，阻止它不要漏气哦。人家卖上肾脏，肝脏。卖肾噻，吃好几个苹果。没事，张雨天的肾。那是黄云洲的肾，那只我都不能吃。我的肾好嘞，好小啊！啊，你的肾有点小。你已经卖了一半了，去卖肾的。为啥子只有两个肾呢？因为我没得肾，我是拿去换了。你不想换呀？我想看我这个好大呀！你看这张雨天的肚子。你是不是有、啊？哎，我那个变小了。桃心。你看像个开腿，你看这个桃心，开嘛，我也是啥子嘛，肾，你是个心脏吧？哎，你拿起来，我可以带出来，我要打错。便秘，他便秘，他有点便秘。喂，好可以了，咱们就整一个大的。受益人来了，受益人来了，吹糖人太大了，触动。你们往那边加点口水，你知道那种好不好？可能没日落哟。